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，把这个矩阵哈，经那个矩阵列运算以后得到这个，那他问 A、B、C 多少？哦，这个应该是增广矩阵了，就这个矩阵的它的增广矩阵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经矩阵列运算哦，这个又都要把它弄成零，就是乘以负二加进来，哦，乘以负二加进来。啊，乘以呢负四加进来，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一负三负二零不动的啊，乘以负二加进来是零，负二加进来六加一七，四加二六，把零加进来哦不动，乘以负四加进来零，负四十二加一十三。四，十二的八，九十十一，三。然后这个要把它弄成一嘛，弄成一的话哈，那就要怎么办呢？这个要把它除以七，除以七以后哈，就得到这个，这个是一负三负二零，零一七分之六。七分之一，那这零是三，十一三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乘以负十三加进来，哦，负十三加进来，就得到多少呢？得到这个是一负三负二零，零一。七分之六，七分之一，乘以负十三加进来，零，零，负十三加进来，七分之十三乘以六，六三是八，负七十八，啊加十一，就等于加七十七，哦，通问以后，所以是七分之负一啊，七分之负一。乘以负十三加进来，七分之负十三，加三的话等于加七分之三七二十一，七分多少？二十一减十三，八，所以这是七分之八。然后再来的话哈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。负乘以三加进来，乘以三加进来的话，这是零，哦，就是乘以三啊，这是乘以三，乘以三加进来，乘以三加进来，六三十八，减掉二，二的话呢，七二十四，所以是七分之四，七分之四。哦，啊，乘以那个，乘以三加进来，所以这是七分之三。好，然后再来哈，再来的话呢，我就乘以六加进来，乘以六加进来，乘以六加进来，啊，乘以四加进来。我把它乘以四加进来的话，这个就是一零零了嘛哈。乘以四加进来，乘以四加进来，七分之八加多少？乘以四，四八三十二，加上呢这个三，加三嘛，所以等于。七分之三十五了，七五三十五，这是五。那零，那乘以多少？乘以六加进来，一零。哦，乘以六加进来，七分之六八四十八加一，等于七分之四十九，七，这七呀、啊。
还在理理。那我就把这个哈、哦、乘以多少嘞？乘以负七，乘以负七以后就是一嘛。啊，乘以负七以后就是负八。哦，所以就得到这个。啊，这一跟它一样，所以五六七，哎，五七负八是 A B C 啊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、A B C 啊，等于多少？五七负八，五七负八。